韩国歌手何炫宇与许英智最近结束了持续11个月的恋情。何炫宇与许英智的恋情去年3月首次曝光，当时这段年龄相差13岁的恋情在两人的粉丝中成为了热门话题。近日，一名知情人士爆料，何炫宇与许英智因忙于各自的工作而逐渐疏远，已在不久前经过商议后分手，回到了以往前辈和后辈的关系。